闹爆谷台独家好戏。十一月，曾经富贵的内蒙老头心肠其实不坏，但就一次错误与子女决裂。你们两个没良心的，还有你，欠你那个娶了个老婆那个样子，没出息！哎呀，别住，帮助帮助帮助！做女人要爱一个人从来都不简单，经过三代，爱情观又是否有所演化？你要不我跟他私奔吧？好，那我等他喽。你等啊，我看你能够等多久。今年金马奖蓄势待发，十三部金马得奖佳作陪你热身。那万一有一天他要是不爱你了怎么办呀？那我还有你啊。跟我岁数的人，你没大没小，你还你丫呢你丫呢？绝世、绝代、绝顶，喜剧集合，让你笑到不行。在两岸三地都是一颗耀眼巨星，无论编导演都如此有工匠。行不行？没问题。OK。精选猛片频道首播，策动亚洲影迷声色盛宴。闹爆谷台，电影人打造的电影台。